是你落在洛家的吗？这就是我师父送我的，和你的草鳊鱼一模一样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何还要问？如果有一天你的师父真的来找你了，你会跟他走吗？这个草鳊鱼证明不了什么。烦请各位把我们老三留下。二姐，小袁，放了我三哥。小小年纪怎么会这么想，不自量力。小环，我们走。接小袁，别忘了你的任务。知道了。紧张，我告诉你，本座拦住这片水域本来就是放养镇妖的，今天怎么再嚣张？这什么妖术？走。金兆，我这边将属于前辈的修为还给你。有谁能想到二十年后他竟还能遇到那洛家的孩子？你知不知道失去妖力身体会更加虚弱？我不想欠你了。三年前，其离开御界书时被抹除的记忆，我本以为你不会打开他们了。这次不一样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还是会心疼，我还是会感动，我甚至会吃醋，我还放不下。吾乃望尘司命，尔等之中不日便将有二人死亡。锦昭，你怎么了？前辈，明秀，石峰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切！扁罗环，扁罗环，